波子寮精明产业园区的这个设置，是因为吼，我们原先地震处在这边是透过湿地重划方式来办理。那我们当初是设定是住宅区跟商业区为主。那因为收集的地方的业界的意见跟我们在地的一些业者的需求，认为这个工业土地严重不足，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都市计划变更的程序，我们把它变更为产业园区。这次总共会推出，有第一期我们推出四笔的土地的，包括我们的面积大小不一，我们有最大的有到1.5公顷，那最小的大概是4500平方公尺左右的一个土地。今天这个说明会也希望引起更多这些企业界的这些朋友都能够来关注，甚至也能够来投资了，其他县市也非常非常欢迎哈。那甚至如果要来招标投资的话，我们还有单一窗口来为大家服务，让大家在整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哈行政程序都能够简化，也能够便民了哈。我想我们会一条龙的服务，非常的欢迎来自全国的企业企业家能够到我们云林县来投资。我们云林县这边交通也便利不缺水不缺电，期盼我们的各大企业，尤其是水产有相关的欢迎来我们博子寮来云林县来投资。在云林县已经工业用地已经完全饱和，规划了20公顷的博子寮水产精品园区，就是希望引进更多的产业来进驻，尤其沿海最需要就是一些加工业，所以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招商，可以让云林更加的繁荣。